你拍
감시요. 今天我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所在，欢迎看到您阿金有好这个机会去到阿边啊讲到话。当我看到咱的这个美总统精神佫真好，哦，讲到这选举要做有力的，哦，感觉讲真欢喜，感觉我真安心，心就来，对，心就外口，咱逐个做伙，啊，一直强调讲咱都爱打拼，咱都爱团结。 咱台湾才有希望，哦，我感觉真感动。当然，这边第一遍，我感觉讲，这咱台湾的这个司法已经走正，啊，唔若走正，搁害落落。看这个物件就知啊，这都证件啊。对。对。唔若呢，办案相定，相定的这个标准。 选定的这个标准，哦，选择性，对咱拢真了解，对，互咱感觉真痛心。今仔日的司法，互咱这位马先生，互咱安尼甲糟蹋甲，安尼害落落。咱只有一个方法，会当甲偷偷转来，咱的台湾有会当甲偷偷转来，就是靠咱的选票，靠咱的选票。有啊，靠咱就得要搁选诶，县市长，刷来明年要搁选，搁一两千共十二年要搁选总统。 希望咱过来拍拼，咱这边一定爱甲摕落转来，咱阿扁诶自由才有希望哦，所以才大家。加油！阮今仔日伫只开这个简单的记者会哈，啊，甲遮特别来介绍，啊，阮大家抱着真紧张的心情，但是也有点仔欢喜，就讲真正去看到阿扁啊吼，阿扁真正对大家非常的关心，真正对大家非常的关心吼，啊，咱若有想要救阿扁，咱来督促。 民进党，督促民进党，但是爱个帮忙民进党啊、哦！这个总统爱个选了赢，伊才会当出来。哦，这点我想大弄一个共识，就是讲，除了咱个人去做总统，啊变啊绝对袂去有失控，啊变啊绝对袂当失控。所以咱得爱了解，咱要督促民进党，但是咱爱个帮忙民进党。 是不是最后吼，用一个掌声来给咱这八杯酒台湾人一说的？